好，在此还是要呼吁消费者选购端午节食材，那除了要选择有商誉的店家购买之外，就好像今天的这个什么青艺啊，青艺食堂，好，所生产的这个非常优质的粽子啊，那我们更应该要加上手、眼、鼻多观察食材。应具有天然的清香啊，如果外表过于鲜艳的，那或者闻起来有呛鼻味道的，那这些的食材就千万不要去购买。好，以上提醒各位。